诶，我叫陈昂轩，是一个阳光正面但迷失了自我的人。在这个阶段，我和他都是很乱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，究竟想怎样，究竟未来发展方向会是怎样，是完全迷茫中。所以困住我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是满布荆棘的前路，还是阴晴不定的天气？是压抑到呼吸困难的包袱，还是我犹豫不决的内心呢？到底是什么将我锁在大雾之中？大概是我自己吧，都只能是我自己了。